Dom Toretto. If you never would have gotten behind that wheel, I'd never be the man I am today. And now, I am the man who's going to break your family. 饰演大反派的杰森·摩莫亚一通电话要为父亲报仇，也形同上冯迪所宣战。除了两人正面交锋是电影《亡命关头》第十集一大看点，还有少不了的爆破场面。3, 2, 1, go! Over to the other freeway and lands on the other side. Helicopters land in a big burning hole behind it. 飞车追逐不止出动直升机，还把高速公路全线封锁拍摄。作品上映才过了个周末，全台票房以1.3亿荣登首周票房冠军，也破了今年单日票房的记录。美国在第一个礼拜也卖出6750万美金，约20亿台币，算算全球目前卖了近100亿台币。口碑冲高的同时，有多少的角色回归，更是当中最大彩蛋。38岁女星盖尔加朵不只是神力女超人，更曾在《亡命关头》第4到第7集中出现。饰演吉塞尔的她，虽然在第6集就领了便当，不过她透过 IG 证实本集将以客串方式回归，更说想念我的家人。女主角之一乔丹娜·布鲁斯特更现身留言，欢迎重返。另一部同样是赛车之作《GT 跨界玩家》也是今年的重点作品。The best Gran Turismo players in the world get a chance to compete in professional racing.改编自真实故事，描述主角如何从电玩一路成为真正奔驰在赛道上的职业赛车手。预告释出，却有不少台湾影迷发现这幕好熟悉哦。If you miss a line in the game, you reset. You miss it on the track.You could die. 就在影片前几秒发现车尾出现中文字，正是本土肉干品牌商标，是巧合还是赞助？询问厂商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合作消息，是否在作品上映后才会真相大白，预先埋了伏笔。TVBS新闻高才张俊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